聽本人讀出。我還有沒了的話，你們要靠著主，依賴他的大能大力，作剛強的人，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，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。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、掌權的、管轄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。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，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，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穩了，用真理作帶子束腰，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。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盾牌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，並戴上救恩的頭盔，拿著聖靈的寶劍，就是上帝的道。第十八節，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，並要在此警醒不倦，為眾聖徒祈求，也為我祈求，使我得著口才，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。我為這福音的奧秘作了戴鎖鏈的使者，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。聖經讀畢，願上帝的話語祝福大家。